结束了，游戏结束。无畏至尊的，我感觉这把我们赢了，下把我们就能赢。巅峰对决了，嘉泽扛不住。我觉得还是好好想一想巅峰对决的阵容，真的。我是先来的呀，我都说了我们稳赢的呀。等龙进去的空档拿个真的假的？我都说了我们这把我说了800遍我们赢，战脚老哥，我一句没听到你说。你不要做副嘴脸，蓝未央，我这神未央，哇！一个闪现，未央你没闪了，没闪了。哎呀，未央一波了，一波了，一波了，让我们恭喜成都 AG 超王贵。舒服了，舒服了，连播打了10000个人，没事，未央，未央我的神，未央，未央还在人群里面刮，未央，未央，啊啊啊！这是阿泽啊，目瞪口呆，恨天无霸，恨地无还。阿泽一个人一二一接大，一波一打了五个人，直接打出一波零换四，打了五个人，没事，不会一波吧？王昭君守得住，头皮发麻，不会一波吧？哎，王昭君别死啊，你这样死了呀！哎，止不掉这个炮车，公孙离没死，九秒，艾斯，艾斯，哎，能拖住兵线？哎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哎，时间不够了呀，胜利，金玉粉 top 第一，啊啊！巅峰对决了，哎呀，未央一波了，一波了，一波了，让我们恭喜成都 AG 超王座，舒服了，舒服了。